各位朋友、各位菩萨，大家早安，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先把乙二的部分的注释对照看一次啊，看看圆满，就继续往后看，乙二讲时措施，一样看这一本就可以了。这边瞄前面是不是都圆满？或者我们看我们之前的哦，这个是昨天那个人还没发布，我不急。这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清单啊，播放清单在这里。这个我们看，刚好看播放清单也可以啊。昨天讲毕节语圆满了啊，它自动的加进来呀。来，我们注释有，必参照注释啊。乙一课讲前预备圆满，所以没错，我们现在是乙二圆满啊，讲前措施。乙二开讲前乙来，体会有用。对，这里看过了哈。八面玲珑原来是形容窗户敞开啊！我原来以为是像那个万花筒、森林镜这样特殊的镜子，结果不是敞，四面八方，所以它不是四面，它有八面，懂吗？其实就四面八方的那个，这个文学语言八不一定正好是八这个数字，不是科学语言。原是形容窗户敞开玲珑可爱，为什么玲珑可爱呢？玲珑主要是指光线照进来啊，所以玲珑是指那个玲珑的那个光彩，应该是这样。来，我们查一下玲珑。求 auto G 可以重送上一次打出来的字啊，这个输入法还有内建的输入法都是这个道理啊。那个原来是玉的清脆的声音啊，玉声清脆声。后来这个清脆的声音用来形容，本来是听觉，现在变视觉，啊，明亮，啊，玲珑望秋月。可见那个清脆的声音，让人家听起来会觉得很有敞开心胸、敞开明亮的感觉。后来就用那个视觉，哎妈，这个文艺都是这样。好，我们进去啊。刚刚佳姐来敲门，说她要出去，我也把门打开啊，刚怕吵到人家。还记得吗？这个是按住 Window 键，再按左上角的 Tab 键。Tab 键是 TAB 键啊，那个键盘左上角那个。TAB 键的意思就是 table，TABLE，它把 LE 省略了，所以什么都有它的 E，掌握了 E 就很好记。你死背 TAB，TAB 也可以啦啊，可是这样哪一天忘记了，为什么叫 TAB 也不知道啊？懂了不是？就像现在要讲的，原来是声觉、听觉，后来衍生为视觉，视觉看的一定也是让你心里啊可以舒畅的，所以就是明亮，对不对？那明亮就会精巧啦。主要精巧是讲什么美观嘛，对啊，明亮让人家心情当然也比较舒畅。那舒畅的话又引申为什么？玲珑活泼嘛，一个人很活泼、很灵活、很灵巧，就是讨人欢喜啊，心里是不是也很痛快？所以这都是有它的意义去衍生的，这叫衍生意或引申意啊，引申或衍生意。哎呦，衍生意反而没有啊，太怪了！一样，我们补这个字啊，甚至写这个衍生都可以啊。
演出来了，往外伸展的这个意思啊，衍生出，推演出来嘛，这个演就推演两个演都可以，是不是？这个演主要是比较具体的，这个演主要是比较抽象的，好，我们先看，所以玲珑这样，这就好像我们昨天好像有提到，衍生竟然真的没有，原来预生嘛，明彻貌变成视觉，原来听觉的，所以你看词典也是顺便我们一起读，怎么去读词典，这样有效事半功倍，让你有效的过完程度能够，对不对？用半点功夫，让你的功能功力增加一倍嘛，对啊。你看梅花和雪，尤其雪看起来就是精巧玲珑的样子，片片雪花，而且是美的，让人家赏心悦目。当然，这个不是暴风雪，那个雪一定是外对不对？飘起来，那梅花也是啊，小巧玲珑的那个样子，所以就精巧，巧是巧妙，不会大嘛，精也是精细小，对不对？这样一直衍生的，后来就形容什么歌妓也是赏心悦目啊，娱人心目了，对不对？愉悦人心目的，对不对？娱乐的娱啊，对不对？玲珑。那他这里有啊，明彻就是讲那个世界嘛，那光明照耀。所以他这里是说什么玲珑可爱，反而玲珑没有讲啊。那通常可爱的都是比较小巧的事情，不是庞然大物啊，也是讲它精巧的意思。再来衍生，怎么会没有？难道是我记错吗？因为演本来就有演开、衍生出来的，是这个衍生呐、应该这个是衍生才对，生长出来的衍生啊，滋生这个演就有点滋生、滋生病菌啊，滋生那个那个滋生，所以衍生应该你看有没有衍生，应该是生活的生不是，对不对？生活的生不是这个生那我错，其实可以的，只是没人这样用。你取演这个字再生组成一个新的词汇，还是有它的意义啊，不能说一定要用衍生，演变而产生。你看那个演和演有时候是通的，就好像我们昨天还是应该是昨天那么提到，你看把这个道路开辟了，前面不知道哪里讲到，对不对？把道路开辟了，不就通达了吗？那只要你敷衍随便应付过去，对不对？那个路还是没有清干净啊，你还是不懂，不懂的还是不懂，对不对？臭屁呀、开道路，对不对？这是在发意郁症丙午这里绝对有，你去看我们那一起讨论，屁本来就开辟一条道路嘛，那泛泛的去做就是敷衍塞责，那这个路就开不通啊。即使开通了，也是马马虎虎，路上杂物一大堆，或者杂草没有清干净的，路还是不好走。那你就不能泛泛去做嘛，这叫泛泛之交，不是很真心的，不是很认真的交往，叫泛泛之交。甚至你看，有时候电影还会好像有一部电影就这样取名字，泛泛之交，这是用现代人用炒饭。形容男女之间性行为的，所以泛泛之交也携这个泛泛嘛，因为不是认真的，对，只是为了做性上面的那个媾和现在男女关系很多是这样的，对不对？俗称所谓的炮友，媾和还没有男女之间性交媾和这样那就写那个用现在国语发音写那个炒饭，所以饭就是有不认真的不当一回事的就这样，那你这个路当然就开辟不出来了开辟不好，所以你看那个意都是这样有相关的去衍生出来的，你这样学就很有意思啊，对不对？不是死背一大堆知识多痛苦玲珑可爱，比喻人处事圆滑。绿是细密，
手腕灵活，急就是救，人处事情、处理事情、面对人事的时候是很圆滑，然后就是手腕很灵活，律师思虑事情很细密，处事接物应付周到，哦，这注释是错的啊，哦，我们你看我们八六六在以这个开讲前以前怎么讨论？这就好像前面讲庆空中送，它庆解成了尽，庆有尽的意思啊，庆竹难收，可是错，带回二座。你解释那么多，处事圆滑，带回二座，所以应该怎么？八面玲珑举出素呆吗？为求一滴不漏，故当八面玲珑。哎，带回二座是对的，对不对？这个时候却要心口意三，他这里是指什么？对啊，也算对，也不能算全错。可他没有讲很吻合文意。这里所谓的处事圆滑，不是人与人交往的，对不对？他这带到你看，处事接物应付周到。那这里应付周到是可以的，你应付现场的环境嘛，你要八面玲珑，面面俱到。有一个词汇叫面面俱到啊，对不对？面面要俱到嘛，就是八面玲珑的意思啊。所以这就是你们待会儿说应付这个时候上场讲演了，开讲了啊，开讲前一定要。全力贯注嘛，身心全集中全用，而且镇定内心。但是后面还讲说，身坐前要先入定，对不对？啊，观照外境，为求一滴不漏，故当。所以为了求这个，因为要求这个一滴不漏的结果效果，所以我们应该怎样？面面俱到啊，八面像窗户啊，建筑物房子四周的门窗都打开，让我们。每一个面都可以看到外面的状况，对不对？就好像我们现场随时可以掌握现场状况一样，站在这里，绝非无的放矢，比喻说话没有目的，对不对？所以一样像读词典一样，目的是解释哪个字？的，没有是解释无嘛，那比喻说话是用放矢，丢出这射出这一把箭。这个弓箭的箭来比喻说话，就好像人家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对不对？说话就像射箭一样，就射出去了，说出口再来斟酌是考虑情形，审度事理要念度当动词的时候，审慎的、详细的去蠢度，有这个词蠢。蠢惰有没有？它还有关键字给你选，你点下去，可是它跑掉。我们按一，对不对？蠢，哎，一还不行。蠢惰是，就是那个斟酌较量，也可以，对不对？经文里头，然后较量，可是当动词应该是念量，测量、较量。然后事理、事情和道理，这就斟酌。它原来是什么意思？你看跟酒有关，斟酌。像我们给人家倒酒，慢慢一点一点倒，对不对？然后快倒满了，再加一点，加一点，那个动作就叫斟酌。所以就是很仔细的，一滴一滴的去增加或减少。增加就表示减少，倒酒当然不会减少就是用增加，都是文学语言嘛，用增加。以偏概全，你可以举一端，是像借代格一样，对不对？举部分可以带全体所以增加就包含减少的意思，就是让你仔细在那细微的部分去增加加减减这样考虑情形，在情形顺便提一个，
这不是感情啊，所以看到情不要只想到感情，情形的情就不是感情嘛，跟你感情无关，它是事情的情，啊，就是情况，啊，现场的状况的状况就是情的这个意思，或现象，啊，就是情的意思，啊，形是形貌嘛，形状嘛，现场是什么样的，对不对？对啊。再来，谦抑自己之简陋啊，谦虚压抑抑制，这个抑制就好像我们讲什么抑制续进滋生，对不对？刚刚才学这个滋生，所以抑制啊，它要 shift 的加数字才行啊，抑制啊。因为怕你打字需要按键盘数字键的抑制啊，之前讲压抑是比较不好的啊，好像压抑好好委屈你，还要压抑是啊，抑制就很好，抑制自己的什么傲慢心嘛啊，就像抑制是细菌不好的东西生长的，是谦抑自己之简陋，简陋就指简陋。我们讲过放在一起的，要么就是反义副词、同义副词、偏义副词，就这三种情形，这是同义。简就是陋，陋就是简，啊，表示你见识很浅薄，很孤陋寡闻啊，很丑陋啊。然后简，你看他这里就讲简就浅的意思，浅薄啊，没有什么深度啊，没有什么内涵，都是简的意思，简那个简陋的意思。至于是义阐理。啊，讲过这个产，你看有边读边读，中间里面啊，里面读单，那它为什么现在念产？你看韵母还是安，对不对？可是声母转了。我们讲过，知是是会转的特呢，好像也是昨天才复习过了，温故知新，对不对？所以这没什么好奇怪，它就转成吃这个音而已，知是是一组就会转的特呢，像。我们说人口稠密，什么念稠啊？可是它右边是什么？它右边是念粥，哎，对不对？可是呢，如果加个口变什么？调查局，调味料就变得特，对呀、啊，滋滋滋转特特特，对不对？太多这个例子了啊，随手拈来都是，只要你不注意。你看你用了一辈子中文，尤其有些可能比我年纪大，你有发现这些原理吗？这些现象、这些规则，假如没有，你不是白活了？用了几十年的中文都没注意，所以这很可怕，就表示什么？这是无名账。我们有多少自己觉得自己都熟练了、懂了，其实懂了多少都是一个皮毛。所以苏格拉底才说那一句名言：“我唯一知道的只有我是不知道这件事，我还有很多不知道这件事，我是知道，其他我都不敢说我知道。”所以人能不谦抑吗？前面才讲。不是故意压抑自己，真的，因为傲慢心那个是虚浮的、浮夸的，啊，才要那个是就像病菌一样要压制住，啊，你控制不住的话，自己把自己碰疯，越吹越像吹牛一样，啊，你就脱离现实，就像我们无明嘛，还没成佛前，还没成阿罗汉，我就叫我不要相信自己世界，因为都是这样误导，很可怕，对不对？就讲语言这一段你就知道多可怕，对，我举的都不是难字。像我们在读中文系，这些都是声韵学的范围啊，不修声韵学的课，谁跟你讲？可是我修完了，我拿到学位了，拿到成绩了，及格毕业了，我今天来面对大众，能够跟他讲那个道理吗？那跟生活什么关系？可是你看，我们随手拈生活里头的形声字，对不对？声音里头的变化，甚至破音字的，它为什么这样破音，都是有这个声音变化的规则，这都是声韵学里头研究的现象。可这个现象不是在声韵学里头也有，生活里头都是，不是吗？可是我们都真的就是掉以轻心啊，来掉不是掉，掉以轻心，对不对？掉不是丢掉，掉钱包的掉，是掉是摇摇尾巴，尾大不掉那个掉。我们说掉头不够，摇头转头就不顾了，那个掉不是掉，掉头不都还得了，头掉下去吓死人。头断了，这调是摇摇以轻心的。你看，我们都用那个轻心，用妄心嘛。我们都已就用讲过啦。你看，就像文言文读这篇文言，
用妄心来调之，倒叙重组嘛，以清心调，就叫调以清心，那都是文言文。就像这个，你看调以清心是不是白话文？那我不这样不讲解，你还觉得是白话文呢？那以什么意思这么讲？你还不知道原来还倒叙重组，对不对？倒装句是以清心调之，所以我们都是用清心，也就是佛里头讲了妄心嘛，用这种清心去调，就是什么操控嘛，可以去摇它，就可以操控它往哪里看，往哪里摆啊。你都是用那个妄心去照见一切，当然五蕴就不空了嘛。你就如果学了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当然就空了。你用真心就发现是空相，用妄心就觉得是真实，对不对？认假为真，就是这样，多好的词汇！你看，以为是白话文，唉，所以你看一箭双雕，刚刚才讲生意变化关心，我们掉以轻心，连这个也掉以轻心，掉以轻心也掉以轻心，不是吗？对啊，唉，这就叫你看我在笑笑什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这是由内心的领悟发出来的悦。这不是我们去 party 疯狂跨年啊，对不对？跨年才刚跨，农历年要来了，放鞭炮，要疯狂，能够得到这种回响，那嘴巴合不来了。由内心发出来的悦之，对不对？《论语》是写这个说啊，他说事情结构换部首，你看，从这个悦，你一样啊，换部首还要我伸手伸来讲，你才懂。那你说细心一点，你会发现，原来很多都是部首在换而已嘛，对啊。刚刚我们学那个禅。念禅也是啊，哦，他加个门部，他加个门部里头加个单，这念单，可是单加门就变成禅字了，是不是？对啊，哦，这部首变化而已，然后就发生后面衍生的变化。你看，哎，这一刻好像佛菩萨有加持，哦，一个接一个，一个关联一个，衍生出来的变化，对不对？前面才提到衍生，多痛快，多愉快。为什么不学这个？然后成天学三字经，干来干去，说我课有没有排除那些低级的？没有啊，你低级里头有高级的，你自己不知道，这算低级的啊。白话文掉以轻心，谁不觉得？谁没听过啊？谁不会用？甚至还会写错别字，就表示你根本字义都不懂啊，才会你意义丢了就会抓错字嘛，因为另外一个字没有这个意啊，唉，是不是？那这都是。像三字经干一样，都是很生活很白话，够白了吧？你即使说白是白痴的白，也够白痴吧？你会了吗？十五个道理为什么说我知道的，其实我是无知的？对啊，你只有那些根本是知道的很少，才觉得啊、哦、我好像什么都懂了，都知道了，我、哦、这个不想学，那个没兴趣，唉，可怜。所以无名障为什么把人障成这样？佛菩萨为什么说可怜明者？真的，你越修行越深入，你会真的越来越认同。哦，不是去传教啊，请你来信佛教这样。你不了解，像我以前也是谤佛的、啊，最讨厌就净土宗这么迷信，念个阿弥陀啊，求就可以升极乐世界。不懂，不懂才会这样诽谤，这样越懂啊，笃志不移了。对，今生就像海贤老师刚开始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其他都是假，反而净土是。以前是最瞧不起，现在是最唯一认同皈依皈依的。哎，人生你看太可怕了吧？还敢说什么？那现在我们为什么敢掉以轻心？我们依靠的是圣教量，前面对不对？我们学了圣言量啊，错也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这些佛菩萨带着我们，对不对？堕落嘛，我们依靠圣人绝对不会错，我们就无我了嘛。可假如你相信我自己了，哎呀，太可怕了！这一辈子不就这样？从我自己亲身遭遇这个例子，放佛到信佛，我还敢相信自己吗？自己有什么可惜啊？只有愚昧两个字，无明两个字可以形容，真的啊！只有一心皈依投靠圣人，圣人就是中明人嘛，最智慧、最圆满的人，所以佛就是全觉之人嘛，啊，才能安心，才不会又有哪一天发现之前是错的，哎。好，阿弥陀佛，太痛快了，太啊！所以这都是你看，我们一起读，这不是这备课背不来的，临时有这个灵感，看哦，真的。可是我们还是要回言归正传，我光这个就可以讲很多。你看我笑得合不拢嘴，做不出来，不是表演给你看的、啊，太痛快了。这你比你看什么综艺节目什么，你知道人家有排演或者那个吗？
所以我们这个叫实境秀嘛，不是跟装模作样排演过或剪辑过的。对啊，哎，料都料不到，这个时候，所以我说是不是这一集特别有佛菩萨加持安排啊？因为我对面就是挂一副阿弥陀像，因为我房间很乱啊，不敢坏了大家的那个时候，我不把镜头调过去，因为后对面就有两尊阿弥陀佛，一个是金佛，一个是白石佛像。金佛就是华藏经中常常30信愿挂出的那一个金色金像阿弥陀佛圣像。真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信佛真的要信的。哦，我这里看到它这个如果作用中的话会是蓝字，我都不知道它作用中了没，黑字就不作用，这样就不会跑出来。好，就慢慢熟练嘛。东西工具就这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前面好像，对不对？我们这里才那点讲座哪里才有？讲前预备啊，对不对？对呀、你看，竟然为了讲这个，想到这些哦，惨，对啊，从声音变化，你看。这处处是大道理，为什么一字含无量意，对不对？你不知道，当然，你说像我们啊，你东拉西扯，你有本事像我这样扯，我是跟你扯别的吗？就给你讲股票，还讲怎么样跟人家勾心斗角是吗？都是跟我们这个课文有关的嘛，你讲得出来吗？我们墨水太多了嘛，对呀、啊，不是自傲，不够谦你，事实在这啊，是不是跟你讲闲话扯那一些都有关，然后回归的。就像我们学佛，干嘛要回归跟生死有关、生命有关，对不对？我们没有离开这个大宗旨嘛。你不是真的是在那跟你东拉西扯，都是有关联的、顺带一提的啊。像东拉西扯这个词，哈，你看用的在东拉西扯，对不对？字它也可以换啊，你看是要熟悉嘛，它可以换红字、黑字，还有，可惜它没有粗体哈。应该，哎，有，哎呀，所以之前都不会善用这个啊，不对，这个粗体是这个线条的，尽量啊，这个没有粗体，那我们大一点好来，作用中是蓝的嘛，来东拉西扯，它本身是什么？本身是中性的词汇嘛。这就叫文学语言，可是现在就用在负面上，像上一节课昨天才提到，鼓舞是用在好事，怂恿是用在坏事，对你不能弄错。像那公阿基的，通常都贬义，褒贬你都贬低人的，看轻人的，对不对？那可是你单就他文艺的话，讲过东是文学语言嘛，不一定真的在东边，总之就是两个极端，一下扯这里，一下扯那边，就是这。此拉彼扯，当你懂这个，你也可以换字嘛。此拉彼扯，因为你懂它原理啊，它主要讲究这个啊，或上拉下扯都可以嘛，就会用造句了嘛。知道为什么一定要用东拉西扯？你就不知道什么叫东拉西扯，你就不敢变换啊。那甚至不要用拉扯，用别的都可以啊，东句下迎都可以，迎句嘛，欢迎和退抗拒。对啊，可是让人家邻居会以为是人与人交往之间的啊。那你看拉扯本来就是拉什么东西，扯什么东西不一定是坏的。可是扯这个字，你看通常在语义上，所以叫语义学嘛，语言的意义或者这个义啊，语言的意义使用上，它通常是用在负面。我们像鬼扯淡啊、扯谎啊，就是说谎，对不对？这些不好啊。可是用扯本身像扯铃就没有坏处了。不是有个运动叫扯铃吗？对呀、啊，你不能说它是坏的。对呀、啊，它本来是中性的嘛，这就叫文学和科学语言的分别，它有价值观掺杂在里头，是啊。所以你看，即使你喜欢批评人家东拉西扯，你可真的懂东什么叫东拉西扯？对呀、啊，不要你那种傲慢的心理。好，那接下来看。产有弘扬揭发的意思，之就的，
它是解释"产"那个字，产就参接发，所以有一个词叫产阳，还有产方，产方的话就是类似接发这样，有这两个词，不信你去查词典，我们就不查了。哎，现在石敬秀就来吧，产方，你看我都打得出来，一定有，产方，产阳。你看，我都打得出来这个词汇你听我键盘的声音，是不是敲没几个按键就跑出来？对，因为可以打词汇，这就是这个输入法的好处啊，叫小小输入法。我们看帮助关羽有没有仓颉平台2012采用？因为这个周勇先生说你我这个开放，你们可以去应用，没有版权，也不收那个版税。可是就是你要注明你是根据我来的，对，你看他们都有注明关羽。特别感谢周先生无私的付出，对不对？对啊，为中文电脑做出巨大贡献，对，这太棒了！这学而时习不是又鸡皮疙瘩都起来，由内心的钦佩。小小平台作者，以及所以这个也了不起，他也是无私贡献，他也不用本名，对不对？这个有名有姓的DGOD，GOD 是不是 God 上帝的意思，论坛在这里有 DGOD。不对，小小平台作者是周勇，DGOD 是他可能他的别号吧，编辑时间2011。可是你看仓颉平台的作者，仿佛他自己隐姓埋名。我也是第一次看那个关羽呢，刚好在这表扬阐扬一下，揭发那个宣扬一下那些大德，真的啊，你说这些做善事的这个功德都无量。他只要不鞠躬的话，都是真的功德，不是光。即使鞠躬，是福德都不得了够大的福德都是神天，至少都是人天福德我们说随业流转，后来投胎往哪里去，强者先迁嘛。你哪边强就迁到哪里去。假如你虽然有作恶，可是你这个功德那么大，你福德那么大，你可能下一辈子还是成人，或者做人，还是或者是成天那个天人，对不对？正好，我真的用到现在，第一次看那个把那个帮助里头的关羽，因为一般的那个什么都会有关羽，有没有？像那个设定里头说明里头关羽都有这关羽这一本这个软体的说明，或者这个它的这个版本这是很好的一个传统从刚开始创发电脑软体以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所以什么东西、什么领域都有它一个传统，甚至是优良的传统这是很值得一谈、一聊的再来，以求我刚刚讲的"一聊"不是医疗系统是谈一谈的意思聊天的聊，一二的一就聊一聊值得一聊，所以不要觉得扯，一定都是有关联的。来求条目不问，问就是砸烂，所以就是有条不问。我们那时候一起读有提过，对吧？你可以说不问，想到有条不问，也是算三字响护持嘛。问就杂乱。借标榜立，科判分明是借着你标出哪一个科目，判别出哪一个条目，把它标榜揭露出来。刚刚才讲揭示，对不对？揭发。这个"阐"就是这个"揭"字，这就是"榜"字，榜也一样嘛，揭榜啊，开榜，对啊，对不对？所以它是标举显示之意，没错。可是它没有说标举显示什么受词，它只讲出动词，这不足嘛？这样的注释让人家不是送佛送上天，对不对？对不对？你是标举显示什么呢？科判的名目嘛。科判的条例，科判的分支，怎么科怎么判，然后科判的范围，这一科的范围到哪里，然后这一科的名目是什么，就榜相接榜，接榜单这样，开了榜单这样，放榜这样，让大家看得清楚，这一科叫名字叫什么，就像考中的人他的姓名叫什么这样一样，对不对？你这样光解释动词，那动词它是接。标举什么东西显示也不讲，就比较，既然问愿意解释了，
就送佛送上天，否则有一个负面的效果，就是什么，让人家觉得你自己也不是全懂嘛，所以讲的不周经。像我们一起读十进秀，够详细的吧？人家印象还觉得扯太多东拉西扯，一定是详细，也不会让你有借。人家前面讲跟我的学生谈那个作文要无懈可击嘛，几乎做到无懈可击，没有一个缝你可以说我们给你混过去，对吧？反而我们几乎有时候一不漏，还顾虑时间，所以不能讲太多而已啊。我的都可以哇，每一个字都可以讲吧？必与前段之文衔接，就是相连接。他解释衔接的意思，这衔我们顺便学一下，他为什么从今部？他是今，你可以说他从行为的行，对啊，没错。可是他这里有今，别忘了，他应该跟金属有关。也可能他念中间的金，因为金和恩跟安会转，鸡七夕也是一属的，对不对？所以贤来，我们查一下看，又来了。我要，终于可以了来，贤，你看。从经从行，那如果照大徐本的说文解释是会意字啊，从经就是用经这个文字，用行这个文字来构成的一个会意，会合它的意思。可是在段注本呢，从经行也是，就是省略后面那个从而已，一样会意字。可是我怀疑经跟行弦可能是同音字，因为鸡七夕是一组的，对不对？对，然后恩又会转安韵。恩转安逸最明显的是什么？这个我有空再来看。好，分析这里，我后来也摸清楚了，分析可以收起来。我们比较需要的是这个，是这个字形结构建议。恩转昂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字，圆字。你看我念圆哦，圆哦，可是可以变什么？陨石、陨落的陨，对不对？陨落，明星陨落了。对啊，那为什么可以变允字啊？因为它安会转恩的韵所以我怀疑这个也是形声字弦，它念中间的金有可能。像你看，还有一个字更妙，这个字，你看这个要取消它就不会点下，将把滑鼠的点下去的功能交还给它。你看这个字，三个金念什么？你看。三个字念，看到没有？鸡七夕的吧？然后金是不是金没有变嘛？它不过是恩感安，对啊，三个金绝对是，你也可以这个朋友没有说文解字，他这个应该是形声兼会意就他也写读他的音嘛，金的音甚至你看还有一个字，也是俗字啦，可能不是正字可是人家为什么会造这个俗字？通常造俗字最常见的就是什么形声字他注他当时语言的音，就是有一个字念那个音，他可能也是。我们以后就先点这个好了，他可能直接进来不行，一个口再一个金，你看有这个字怎么可能？口经查无资料，怎么是这样？太怪了，他可能还没收这个正题。来，我们口经可以打窗姐，有吗？他还没有收正题这可以给他建议可以用系统字，系统已经有这个字了，他还没用。这个字是谁的一体字？寅呢？你看，回查询缺口，你看第二个呢，他自己做正体字。念什么？念进，很明显嘛，声调不重要，金仅仅进，对不对？所以它是形声字，绝对没错，从口金声没错吧？可是进却可以念成银，是的，这个不对啦，这个我们应该是找恩转安的韵，因为现在这个字是念什么？弦嘛，看有没有从金部这个字，从金得生的，比如说来查这个韵典网，
可以由它的声符去查，或者《说文解字》也可以。来，我们查韵典网，运输韵典网啊，这个网站可以推荐一下。我这个可能都一样的，可以删掉一个，一样的，可能在汇入书签的时候。对，一样，收音应该是一样。有回入去，你看看，你可以找什么上古音系好了啊，或者高级弦手。其实小学堂应该有类似的，高级弦手怎么用啊？因为你也知道这个十进九啊，不熟的就是不熟。那上古音系可以找声符，我们就找金这个声符。没有哇，他这个一个一个看，你要看到民国几年了、啊？我好像在黄培勇老师那里做助理，我把他抓下来啊。这应该，这样不行啊，要整个展开才行，这太慢了。来小学堂，我们就找"金"这个字，用我们自己的这个，查我们的字词网络字词典啊，这个。小学堂啊，还有介绍这一个叫《说文解字》啊，你就打《说文解字》有没有？这一个它就叫《说文》的网站啊，用汉语拼音《说文》。这个网站你看它可以检索什么声，也不能检索声母啊，真是我帮黄佩蓉老师做了一个《说文检索》我还蛮想用我这里不知道有新版有没有新版啊？这样，这个金看可不可以查声符作为如果音韵的话呢？有啊，我们就点吧，它就会跑出所有读金的字的你看，这个念青还不是，对不对？看有没有转成安的。锦还是青啊？青还是你看青是右边读边读左边的锦，有没有讲过鸡栖蜥蜴组，所以它变音嘛？只要有一个字，太好了，严家淦先生我们中华民国某一任的那个副总统，这个字念淦那你说怎么变淦？鸡栖蜥转什么？哥科呵嘛，这个念淦严家淦先生，淦就是安的嘛，是吧？你看吧，真金不怕火炼，对啊，严家淦的嘛，严家淦先生，他念金的音呢，你看，不信的话看《说文解字》。没有啊，淦者谁？来，我们看段注本，他这个可能是大徐本，一样看我们刚刚那个。等一下看一下那个小学堂啊。你看多痛快啊！今天扯了很多，可是学的也很多，对不对？对啊。你这个应该有问题那我们一样用仓颉吧，水晶所以这个立体字典真的也留坏连这个也不行，那就看这个，也有大说那个段注本的，很解字这个是。哪一个是断注？这个希望解释注就是断注断玉才注。对，他认为就金生，对不对？那这个是大徐本注，有哎哇，重水金生，那这个怎么样？来看一下，水入船中叫淦
那不是淹水了，必由正而入。那这个干着，这个正跟舟船有关啊，我们这里就先不讲。他反而把后面，对不起，这个重水轻生大字的就是他原文啊，小字反而是那个什么段玉裁的注啊，所以要这样读啊。水入船中，水入船中必有正而入。他这里没有分大小字，反而错。啊，段注本一定是这个是大字，这个是小字。那我查一体字典，因为它有图片可以看啊，它的优点。或者我们直接看这个字吧，这应该有说文解字啊，而且有图片可以看。你国学大师真的是大师啊！那说文解字啊，注，我看，对不对？水入船中也，对，水入船中必有正而入，所以这个古今文字其成啊，这个反而比较好。水入船中，它大小字分，可是这个就不分了，乱在一起啊，这个乱在一边啊，这样不好啊，这样不知道哪些是注文，哪些是那个啊，对不对？啊，水入船，那所以重水今生是那个许慎他自己这样讲的。对，那今生可以变成安，你看变古暗切有没有？以前是翻切、反切，它已经变古了，转哥科呵。其实鸡西西的音是比较晚的，哥科呵才是比较早的音啊。这本来就是哥科，所以那个台语里头、台湾话、闽南语里头，鸡西西的音比较少，哥科呵的音很多。有没有？这就是恩跟安相通的，所以我怀疑回来了，终于可以回来了。弦可能就是形声字嘛，它可以念中间的。经过我们这样一直推理，就像我们前面学的，因为所以数学这样推理，对不对？对呀、啊，所以弦一定也是形声字嘛。啊，这如果研究文字学都可以写一篇那个啦，啊，论文啦。那弦原来是指什么？装在马口用来控制马匹的铁制工具，就是马骆驼，所以跟金属有关。那控制马是不是把它衔接起来，把它装住了？对，所以后来有衔接，有官衔头衔，好像盖上去啊，控制。因为马你要控制它，就好像我们车子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就方向盘，还有刹车嘛，还有油门，这三大元素嘛。当然还有离合器啦，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方向盘很重要，就是用来形容能够控制东西的啊。方向盘完全控制方向，官衔，对不对？官就有管的意思嘛，加足字头不就管吗？你可以管控，那不就控制？控弦是不是跟控有关？控制马的工具。对呀、啊，后来引申为用，原来是自然现象动物用的，后来引申为人用的，就好像无从智慧，我们学这个慧字，对不对？这通常原来是鸟喙、鸟嘴，后来用成什么？泛指人嘴，对不对？原来是自然的，这也一样。原来是自然的，对不对？后来变成人文啊，自然和人文相通，又一个例证。到处左右逢源，又讲的左右，左又来了，又是相对的，不是真的左边右边，这是文学语言嘛，文学用字啊，就是到处都可以逢到源，不管你在左在右都可以，在上在下当然也可以。这些字都要灵活读，对不对？觉得不是在左边、在右边、上边、下边就没有，里边、外边没有，对不对？是读死。就读文学、懂文字的，怎么会是死脑筋呢？而且我跟你敢跟你说，因为我稍微懂一些英文，不是光国文是这样，中文是这样，语言都是。对啊，因为语言要承载所有人类的智慧和学问嘛，它怎么会是死的东西？死的东西怎么能够承载那么多？我们祖先有什么东西都是靠文字记录，以前没有这种影音，就像现在有影音也是靠语言记录啊。不过你知道我要表达什么？对啊，那你造出来的只是个样子，然后把声音切掉，你什么都不看不到，只有末句。所以这就知道衔接了啊。你看我们讲解够，是不是？而且从这个讲解的过程可以学到多少相关的知识啊，甚至取得印证，像人文和自然的汇通。再见证一次，就是温故嘛，温习旧有的东西，
来，我们上面讲到这个温故知新，对不对？旧有的东西，你看鸡栖栖转什么？咯咯呵，所以旧事其实就是什么事？就是故事，就是往事嘛，不是吗？所以台语，你看这个念故哦，那台语应该也念古哦，就古早。所以为什么跟古早有关？古不就念孤吗？那你看孤就跟那个孤发音很像啊。然后台语这个念什么？你看那个旧有边读边也读哪边？读下边那个旧呢？旧齿的旧啊，除旧，公孙除旧那个除旧，我们牙齿有臼齿的，舅舅的舅也是读上边那个舅，有吗？一下放下边，一边放，你看中文都有。那这个舅台语要念什么姑啊？像我有大姑、大舅啊，姑不就是姑？发音像不像？不就是姑？姑讲过不重要嘛？因为声调不重要，可是声音通，字形结构兼义，义也通了嘛？就兼音义啊，音通了，义也会通啊，所以才有那么多假借通假字，通假通，就是义也通的通嘛，通用的通嘛，对啊，好，再来，哇，你看很精彩哦，哇，我为什么要查？所以叫一起读，也就是一起学嘛，不只是教学相长，何次用文言文就讲不止就是什么何次啊，何次。就是何止，就是白话的不止如此啊！我看一下，有不止呢，有何次呢？没有就不有何次，有哎，真没有啊，很痛快，我自己也学到了。那你不肯学，随你。我这一次学到，我就又比你多懂一些了，对不对？那你不肯学，谁的损失自己看。啊，觉得只是在东拉西扯，那就，所以我就为学日进嘛，一天有一天的长进，诸位有没有就不知道了啊。就像我跟那个学生讲的，我们尽心尽力了，那你受不受教那是你的因缘了。我们至少这一世的因缘完结了，我们面对上帝的审判或者阎罗王，我们真的无愧于心，我们不落这个因，不堕那个坏的因果啊。然后也不昧因果就好了，然后我们不种坏因就不用坏果嘛。举出子去，宗旨及大意一样的啊。我们讲过，他还没特别讲那个去有趣味，对不对？含义、深意的意思，对不对？我们之前都发挥过了啊，谈过了，就不讲了。其实子去几乎不用注释，这有点舍那个多此一举了啊。有些该讲的他反而讲不清楚，一般的注释书都有这个毛病啊，都有这个特征，共同的特征。职位谈玄，所以我以前读书的时候，都怀疑他们真的读懂了吗？我只有读一本书，很佩服啊。以前读诗时，有时候觉得读不懂了，他也不注释，就怀疑到底这个编注释翻译的他自己到底懂不懂。现在自己已经成为专家学者了。很多专家学者也是我同学辈、同行辈或者师长辈，我很能体会，真的他自己肯定也不懂，懂吗？很多人都是纸本位这样去学的，甚至资料抄一抄就出了一本书。难怪我们真的有疑问呢，他不解释；没有疑问呢，他给你注释，那干什么？我参考你这个，我相信你跟我们一起读没有这个问题吗？你有疑问的，我相信我们也会碰到，只是说碰的详不详细而已。那尤其你们要从第一集一直看，因为有些前面已经花很多时间，当然后面要省略。不是就讲什么？再来，我还活着的时候，我还注视的时候，可以讨论呐。绝对不是闪避。有一本可以推的我看一下。反正我们就现在不受时间限制嘛今天也比较。悠哉悠哉，我们就看一下那个，看李白诗选有没有？没有的话，纳兰诗，我记得有，扫描几页啊，我们就看那本，我就不拿实体书了。是哪一本比较快啊？可是这是翻译本。人脉书局的，拿一个正本啊，李白诗选。
就是这个，这个是三联书局的，对，这个是正版，我在万卷楼还是哪里卖大陆书的地方买。啊，这个书为什么那么脏？那时候你看还压身手真的硬，啊，那时候这个，啊，想想，那时候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啊，因为我人生的转折嘛，啊，读了师范大学觉得很失望，啊，为什么失望？就像学佛，发现大家都把它当佛学在读，不是真的学佛，啊，我为什么读文？转成国文系，我想其他地方聊有聊到，就是为生命的探寻。尤其是读大一的时候，大家可能刚考上大学都翘课，根本不认真学，我就觉得很是。那时候就喝酒，自己喝而不是找酒友喝，喝了然后有一次醉倒在那个什么学校，被人家送回来，被人家发现，不胜酒力醉倒，然后。我姐姐去把我领回来，然后我在家里还吐嘛，啊，她生气就你读这些书干嘛？把你那个书，觉得那个吐出来的东西很脏，就拿这些书去买，去扎在那一些吐出来的秽物那里，啊，所以才会变那么脏。你看啊，留下这个痕迹，这叫因果报应，对不对？做过了，我就要承接那个果报，啊，那以后有没有什么报应？所以哪一天有什么不好报应，就知道当初种下这个因嘛。不要讲说，哦，我那时候荒唐，可是我不觉得那个荒唐一种生命的探寻的转折啦，我那个荒唐也不是出去向人家喝酒打到那样事，不是。那时候我就是喝，想到范仲淹，想到陶渊明，又去陶渊明爱喝酒，然后想到那个谁啊，辛弃疾之类啊，特别的感伤啊，这些不得志的，甚至屈原呐，啊，李白，这个是正那个原版的啊，大陆三联书局出的嘛。你可以看一下，香港的还不大陆，它原来好像是中华那个大陆的三联就是香港，这个所以不是原来的版已经再授权一遍，啊，这个叫《中国历代诗人选集》啊，看那时候体制自由够吵啊。那我的藏书印什么，千里一德在，我的那个字印认真啊，认真是我的字，一个新加坡陈志瑞同学啊，那时候师大国文系的风雅是啊，你看这个有没有《中国历代诗人选集》啊，这一套不错，因为怎样？当然我也不敢说全部都好，因为有时候这一句看不懂，哎，他就我其实我对我以前就是看不懂诗词。一直很懊恼，为什么人家都看懂我都看不懂？后来慢慢摸索，像我记得印象最深刻，读辛弃疾的一首《春且住》啊，见说到"天涯芳草无归路"，暂停一下。好，莫名其妙，响两声就挂掉。我说礼拜六没上班，怎么还那个？"春且住，天涯芳草无归路啊，哪几个字？大一点好结果他怎么讲解？他说："为什么天涯芳草无归路？就是天涯长满了芳草，把路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刚刚你开路不开好，又杂草丛生，路好不好走？不好走。那谁要走这个路？是春天嘛？"他就说："春天啊，你就暂且留下来，不要走了，因为天涯已经长满了芳草，天边都是芳草，你的归路已经被淹没了，淹没了，多好啊！可是那时候没有这个自觉，他为什么读懂？把省略的字，谁要归啊？归是回归嘛，归家，这不就我们那个方法？要关掉哦，朋友，那个你已经抓对了动词，归。"你有没有找主持啊？谁要回去？春天要回去。那春天比喻谁？就比喻我也无归路了嘛。春无路可归，我也无归。可是其实春天还是回去了，不会留下来。青春不留住，你看那个词写的多好。那时候看不懂这个，后来才领悟哦，原来，可那时候没有那个自觉，后来才骂你。你看，还是逃不出我们那个方法嘛。所以人就是这样不断成长，是不是？
谁要归？村归嘛，你不要回去了。你看草已经把路埋住了，没路可走了。那草形容什么？天涯芳草，天涯天下都是小人，把我辛弃疾的什么路埋住了？要退隐之路也没有了，要升官为国家尽心的路也没有了嘛。当权小人当道，对不对？所以辛弃疾一辈子抑郁，他是主张北伐统一的，还我河山的，跟岳飞一样，最后，对啊，反而作为一个词人留名万古，是啊，他才不，这就好像杜甫一样，名起文章著啊，观音老病休。他哪要？这不就观音老病休嘛？所以辛弃疾一样，他只好老病，然后呢停了，休什么东西又一样，先抓动词，什么东西休？官也可以休，人也可以休了，我的仕途官运也休了，我的人也休了，我的命也休了。这个命有两个，一个生命，一个是命运，对不对？你看多好。那因老病休是什么？应该怎么样？应该是老病，因为我老了，我生命所以停止。来，重点来了，我问你，这个"因"是什么？肯定吗？是一语双关。难道我的官运应该因为我老病，而不是因为我有才华就停止了吗？嫌我太老了。像前一阵子民国，中华民国不是喊人家老贼吗？就这样，只因为老了就不用人家了。那只因为我生病，体弱多病，或者说这个病有两者又来了，我们学过。欣赏诗词的赏析要注意什么？对不对？诗文赏析要注意什么？自然与人文的会通。那人文这里已经我生病是人啊，可是人生病是自然现象，是不是？那纯粹人文的跟生理无关的是什么？生理毕竟还是自然的东西嘛。纯粹心理的、人文的跟生理的，就是什么病？被人诟病嘛。对呀，那不就这样，小人难住你，所以你就官运就休了。你看可以读出多少含义？短短五个字，你看我们讲了多少？为什么诗好词好？好叫有李碧南老先生的文章好，少少几个字，它含义很多。像我们一起读那么多，一个字，你看我刚刚那个"闲"就这样，当然不是他的文意啊，可是前面像昨天我们读的，对不对？每个字你读，像全盘了解。你开心的视窗，对不对？或恐不了解。那时候我们，你去看，这是丙午，我们一定有谈那个"了"是全盘。你如果说了解白话有啦，一个字一个字读那么啰嗦干嘛？你就不懂他这里用心。人家是用文言文写，你把它当白话文轻松看过。即使是白话文，你真懂白话文了、啊？白话文的了解本来就是要讲全盘，只要你没有全盘，你就不敢说了解。它跟知道是有差别，知道可以知道片段，你讲了解就一定要全部掌握、全部懂。像我们一起读，你真了解吗？你会吗？对不对？这个那一集都有谈，对不对？那一样，你看一个字含有多少意，就才这样去赏析嘛。这在哪里？你看。这里，掉头发，哇，他这个现在，人文，自然与人文还要相通，还不光这样相通而已，还有什么？现在可能是网络，比较塞，应该先暂停了，就会比较顺一点，有没有？暂停就比较顺，就顺很多了啊。对不对？人文，你看水表示似水年华嘛，对呀、啊，人文都要这样通一样啊。春是自然的，你是不是要想到你的青春？对不对？也希望你不要回去啊，表示再留我几年，就像老法师也希望发大心，我的青春且住，不要走那么快，
那为什么不要等了？因为天涯方长，你没有回头路啦。就是让我这样劝你，你不要走了，回不去。结果他还是要走，他还是要回去，也没办法，留不住。即使长满了天涯方长，我也留不住我的青春。那讲的都快哭了，是不是？这样的多痛快。对呀，嗯。奇怪在哪里？对不对？百年多病是怎么样的病呢？对不对？是怎样的病？还有诟病啊？哎，这里没有吗？对不对？百年多病，还是我在上课的时候领悟到了，很好啊，因为你病一般只想到什么生理病，你忘记有心理病，所以有精神病嘛。对呀，百年多病独登台，哇，可能是我这里头可能还没提到，所以讲不完呢，多好，是不是？那明启文章是吧？你看天刚聊到辛弃疾，因为他词作啊，他词跟苏东坡齐名，流传万古，留名千古。我的名章，我的名气，我杜甫的名气，这杜甫的名句啊。我的名气难道要应该？所以你要相对位置有相关之意。刚刚我们才读应该，好像是肯定句，对不对？起始期望的句子，未来式，结果你看相对位置是不是对这个？他只不过前面用起，后面用因，所以这是反问嘛。他当然不甘心嘛。那名，我的前就像前面，难道会这样吗？难道我的名声就会倒叙重组？其以名文章著。难道我的名声要因为我的文章、我的诗写得好而著名吗？应该再倒叙重组，可以组成啊，起文章著名，名给它吊在后面，是倒装嘛？因为他在强调我的名、我的官，所以他重视的是官位还是名声？以杜甫来讲，当然他想做官嘛，他做官干嘛？发一展自己的长才啊，自己的抱负啊，跟辛弃疾也一样啊。那后世人以为他是大诗圣、大词仙，是不是？大词中作家，很可怜啊，这不是他要的，所以事与愿违，什么愿跟他的愿望相违很好啊。你看我现在博士毕业，真的读懂多愉快，以前都只能看那种注释翻译啊，甚至我们现在读的还有读到人家读不出来的，你自己都可以写啦，对呀、啊。哪天也许我快饿死了，也许就写个书赚点馒头钱，面条钱，这有空把它扫描起来吧啊！我记得我有扫描啊，刚刚讲查纳兰的什么停掉啊，有吗？这一本啊就是啊，封面不知道有没有扫，然后我们看这个就可以，有吗？扉页有，我用 ACD 的软体看有没有？中国历代诗人，这个就是仁爱书局翻译。那时候两岸不通，所以盗印啊。现在当然不行了，一定会追究。当时没办法，政治不通，所以大陆的书好书我们看不到，然后就有这些书局大德发行，它的盗印啊。然后有吗？这个我都会盖这个啊。这一个中国历代诗人选，假如你还不行，就可以这个封面，好吗？那、封面自己另外再做。可能还是这一系列，那他会把，因为大陆那些人他是有共产党籍嘛，会说你，这个字中写的比较像个样，是不是？会说你还跟共匪勾结，那出了很多什么认真什么时候买的？认真我自己自称嘛，82年，民国1993呢，看什么时候，几年前的事嘛，行吧，像这个就这个可能还扫完了嘞，这本书不一定还扫完呢。好，先这样。怎么有点秀抖秀抖？有可能扫完了。你看这有几页，对吗？239。一本书，你看这一本书大概200、300页了不起了嘛？对啊，还不到300页。后面还有幅地图，还不错。那就是李白这一辈子的踪迹吧，足迹吧。对不起，镜头没有开。对。
我们这本书大概两三百页，300页不到。然后后面有附这个礼拜主机地图啊，不错，有点烂烂的，因为泡过那个呕吐物嘛，应该找个时间把它扫描扫描起来。好，再回来这里啊，你看今天花多少时间？可是很多是闲话啊，闲话是专对那点讲座的。不是国文或者文史知识的闲话，不是。那你也看到我是以身作则，身教言教，不是给你卡喉兰，是不是？给你鬼扯淡。这个卡喉兰是台语啊，相当于台普通话或国语的会谈。是啊，我怎么现在能够读懂这个啊？你为什么还读不懂？就是这样，是不是？春且住，你且停住。那谁叫他停住？当然我辛弃疾嘛。因为天涯芳草埋没，你看他省略什么？埋没了。那为什么这里可以省略？合理的，因为天涯芳草和无归路怎么可以联系在一起构成一句话？那一定是芳草把路给埋没了。对啊，只有这个道理，所以他敢省略嘛。假如大家都推不出这个因果的话，他这样省略就是表达不清楚，造句失败。对啊，我改学生作文也是常干，你让人家想不透，摸不。想破头想不通你要表达什么，你就表达出来。那你想想看，它是一首词哦，辛弃疾是一首词。这首词在这一句话就是要用这几个字，不是要用这十个字。它可能是这样断句：三七啊，三七言啊，七言绝句的七言呢。所以它只能用这么多字，你就要把不必要的字拿掉啊，埋没就可以拿掉了，因为它要强调无归路，无归路你省略了就意思就不见了嘛。那他要留下草嘛，对啊，因为草要比喻谁？小人，对不对？所以或者我的盛情，我的盛情，拜托我用尽全心的力量把你留住也留不住，我的力量像草长满了天涯，长满了天下这样，所以一箭可以双雕，它可以指自己的心意，也可以指满朝的小人挡住了他的官路，对不对？仕途啊，他的官运啊，他的做官的仕途。所以你看，不能省的就不能省，那能省的是什么？埋没，就把埋没省掉，因为他知道读者有办法去还原它，所以我们才有一个方法叫什么？添字去还原，因为他原来省略了，哦，你看这个多好，哦，所以他们两个，杜甫也好，辛弃疾啊，辛弃疾也是数一数二级的词中的，啊，虽然不像那个李后主词中帝王那么响亮啊，可是绝对也是一个大将大帅的他。对不对？行政院长是几等级的？五院院长，啊，国务总理的等级。那杜甫不用讲，对不对？两个都希望不要是他的名声是以他的文学家著名。像我硕士论文研究的，这里没有啊，因为这只是我收集的，是另外一类的，我的论文类，啊，可以打开了，继续给他传。我的硕士论文里头有研究顾炎武的啊，硕士论文顾炎武进士是这样，顾炎武也有一句名言说：“能文能够写文章，故为文人啊。”啊，士大夫是以做文人留名后世为耻啊，所以士人读书人重要的是士气、气势啊，要有这个气势。对。有这个气量和见识，啊，不是以写会写文章，会写文章那雕虫小技啊，那人生的末端，其实所谓的末端就是基本盘而已啦。它当然很重要啊，你文章不好你怎么表达？可是那只是基本，它不是主要人生的目的，它是工具。你不能说我工具耍得很漂亮，人生以此为目的，啊，那就坏了。就好像我今天把佛法学得很好，结果没办法了生脱死，没办法成佛，那就坏了。目的不是把佛法学好，不是把语文学好，而是借由这个语文，我们前面有提过，对不对？李炳南老师，指欲嘛，你不要执着在这个手指上，你要看手指指的那个月亮在哪里。你要得到月亮，不是得到手指。手指在长得太漂亮，手指化妆有美妆是吧？对不对？指甲在修的再美又有什么用？哦，
是这个意思。那回来了，这是哪里？我没有扯到这啊，真是太精彩了。那哎，要讲到哪里？怎么会？然后倒带回去才知道怎么会这样啊！反正好愉快，反正没差了啊！反正那个看的人也不多，你不喜欢你就快转啊！我为什么乐此不疲？我可以提升啊！我真的在这个过程升学了、上学了，我真的有所上啊！上，你看，跟学生也常谈，什么叫上学，什么叫升学啊？你只会升学主义。他为什么用升？他用上，就是因为你借由这一次的学习能够提升上进嘛。你有没有？有没有上？有没有升？没有，你就不要用那个字，辜负他了。你根本就不知道是白话文哪有白，你就不肯一个字一个字去读，你就不知道它含义，它的意义在哪里，对不对？都变成行尸走肉的空壳了嘛，不是吗？你就不知道它的意义在哪里啊？唉，志气，可能是我们讲到那个了，对不对？了这里的字哈，叫你要了解难会，是不是这样？就讲到那去了啊！唉，挺痛快的。直为探玄，觉为觉就选择一样，相对位置有相关字，玄就是为嘛，微妙就玄妙，对不对？那探就是觉嘛，你会探取。探勘，来探油、钻油，对不对？石油，海上钻油平台那个石油的，对啊，探采油矿或煤矿一样嘛。探就是为了要采用嘛，所以它有选取的意义，跟那个抉一样，抉择。我们讲说你有没有什么抉择？有两个写法，一个写什么水部的抉，一个就是写这个手部的抉啊，两个都可以。那手部的抉比较有。选择的意思啊，你决定做这件事，你选取做这个，那这个决是有下定决心做一个抉择，对不对？虽然两个通用，又来一个字一个字读，还是可以读不同的意义啊。为什么不去学意义呢？对不对？对呀，要去学意义才是最重要啊，意义才是王道。我们这个讲义也有嘛，意义才是王道啊，意义啊，哦，来，这是王道。意义才是王道。你看这些一般的注释怎么会跟你讲？我终于想到我们为什么扯到这个，对不对？因为这个在扯到辛弃疾啊。因为注释该讲的不讲，对不对？不该讲的讲嘛，是因为这样。那讲到那里，那推荐那个，对不对？中国历代诗人选集啊，他该讲的他也不会避开。也给你讲得很详细，让你豁然开朗，终于明白是谁。你看这个已经掉页了，真该给它扫好，就放着啊。反正也要做那个中研院文哲所的词学扫描工作，就顺便扫那个。不行，这个真想到周邦道老师啊，老前辈，公家的东西，我这个扫描器是公家的啊，扫词学这个书啊，这个。就不能用啊！我自己有扫描器，所以哪一天换了那一台，我再扫这个啊。所以这个，那假如没有这个缘，也就没这个缘了啊。如果等不到这个，恐怕要好几年的事了啊，好几个月，反正几天是不可能的。把书放回去，我们继续来啊！太痛快了。所以春且住嘛，假我数年，五十以学矣，也是一样啊，跟孔子一样的看法。希望假借我再多几年的时候，对不对？也假借老法师再多几年的时候啊，我们传统文化文言文就救回来，发扬光大，对不对？那辛弃疾也希望假借他这个青春，春可以想到青春年华嘛，李白的行乐须及春，对啊，嗯。所以，我们这一集啊，里头还会截取一段，就是杜甫诗那两句"名起文章道，光阴老鬓休"，啊，所以那要念"应该"吗？应该这样，不能念"应"回应"啊，所以它有"意"，它就有那个读音，字形结构兼音义嘛，对不对？字形是不是？有那个意，就会有那个读音，
就是观音老病休，不会是观印老病休，印没有意义啊，所以他不会念印。这都可以做缩写，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时间专门写讲解那一小时，然后就把这个片段，因为 YouTube 里头有时间头，给你固定一个时间之后，叫你自己去读啊，可以供别人参考啊，怎么读解？再来然译音，你看刚才学音就来，看，所以我说这一堂课真的好像有佛菩萨加持啊，明明就是。然亦不应与本经之词抵触，抵触就矛盾冲突，对不对？这个我们讲过了啊，就不说。再来，不以空泛，你看刚刚才复习了，对不对？荒草无归路嘛，辟开辟一条道路，你看，真的冥冥之中，对不对？你真的人生一分沉浸得一分利，跟我这样投入一起读的话，你到现在不笑我才怪，对不对？太妙了哈，刚刚才。真的，哎呦，真的毛骨悚然的。要是不好的东西，冥冥之中真的笼统而不切实际。你看，他有我们讲的那么精彩吗？然后这你书为什么像我讲一句写啊？像我们同学都说啊，学到好累啊，哈，甚至没有法喜，那还得了？那为什么？因为你们光学这怎么会有法喜呢？我们为什么欲罢不能，停不下来？你看，啊，对啊，啊。那你只要光想那个一大堆都是死背的，怎么会有乐趣？然后都不能扯别的相关的，不能同时一起学，你怎么能左右佛缘？变法界、虚空界、尽持一法身，都是我法身呢、啊，那才痛快啊！空泛笼统就不切实际了，就是空就空洞，泛就不认真去做吧，要纯正，而且要透辟，鞭辟到里面，要透彻。那么，就像我们刚刚讲解这些，扯那么多干嘛？就是要搞透彻。为什么要扯到声音变化？跟透彻，讲一个阐扬、阐发、揭发，有没有？刚才讲那个阐，揭发就好啦。我为什么不切到那里？等下上上下下很麻烦啊，对不对？他是不是解释成揭发？还有印象吗？对呀、啊，倒带回去你就看得到了。那为什么从这个阐又想到还有弦，对不对？想到四行结构经义，要给它透彻嘛。对不对？马骆驼啊，对不对？控制马的头，控制呢，把它透辟了。我们这个是不是真的就透辟，对吧？透彻而且开辟，扩开了。天涯芳草埋不了这条路了，天涯无芳草，没有杂草了啊，笼统而不泄心。我们顺便复习一下刚刚那个"天涯芳草无归路"。你看，芳草通常是指香花，对不对？芳草。香啊，芳香，所以你看人家骂人，他用草，其实草才是实体字，芳是文学语言，草也是文学语言，所以用草来比喻小人嘛。小人埋没了贤者、贤能的人，是尽为皇帝、为天下百姓奉献的禄，对不对？他们变成既得利的，站在那个位置，享有俸禄，享受既得利的，享受自己的福报。那我们佛学。佛法来看呢，我们觉悟的人来看，他享受的也是前面积的福嘛。这一辈子迷了，堕落在这个五欲六尘享受之中，其实是很可怜悯的啊。那死后，我们相信他这一期生死结束之后，自然有他的因果。对啊，什么都这样很透彻的去了解不就好？那你看，像辛弃疾他那个，你看芳草骂小人，还以为芳草是讲美人好的东西，对不对？天涯何处无芳草？你看，回头再读苏东坡这一首，好像是苏东坡的话，词句。现在变成你失恋了，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刚才现在人错用乱用，对不对？苏东坡他回去那一句词句，他不是也是讲天涯哪里没有小人呢、啊？难怪他一辈子不是就一直被贬到海南岛，贬到海南岛还有小人要陷害他，就是这样。天涯何处无芳草？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天下，还有哪里没有被这些小人染指、霸占、干涉的地方，对不对？骂人不着痕迹，不用脏字，甚至还用漂亮字，你不知道而已。不就像我们在讲《青青河畔草》，哭丧之天崩，海水之天寒。因为，哎呀。李白月下独酌也是啊，他在骂人，你还不知道，啊，对不对？又来了，
暂停啊，因为跑比较快。你看最后各分散，这是在骂人呢，骂喝酒不好好喝酒，还要搞什么高力士陷害我？对呀，喝酒是多自在的事，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酒抱琴来嘛。这不就骂人家？这好像你看，查一下。哎呀，你看找到了。所以不能用12号字啊，那这个网络这里就字就太小啊。那么你点在这个画面上点一下左键，你可以看到我那个滑鼠点下去有红色圈圈，就表示我点了左键。再按 Ctrl F，Ctrl 键加上 F 啊，就可以叫出这个寻找，就像在 Word 里头寻找。打完之后按 Enter，它就会帮你找，找到了点一下，它出来哪里？对不对？我这里就是对啊，它会反白起来很好，这就是骂人不带脏字嘛，不就像哭丧之天风，海水之天寒，用哭丧和海水来骂人，你看连海水都知道天寒了，你人知不知道天气寒了？天寒天变变天了。麻木不仁，还在享受你的俸禄，享受你的既得利益，只为了自己想，不为天下百姓，不为国家想，多好！骂人，你还以为他是文人无病呻吟，在那附庸风雅啊，吟风弄月，赏你巴掌了，嘿！人生啊！最后各分散，你看哪一家像我这样解说的？我敢说，我这个解释绝对流明天，因为我们有根据，它是用典嘛。你看读了1000年，钱谦益也好，谁也好，哪些大家苏东坡他都没解释李白这一句话是用典故啊。我醉欲眠，卿且去啊，陶渊明的典故，李白多爱用陶渊明的典故，对不对？前面一杯一杯复一杯，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我醉欲眠，就是大家你去看翻译的注释的书都知道他用陶渊明的，甚至连这个都知道。你看“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你看我们课本怎么注释？啊，还没有，有的就有，就是说他这个话用陶渊明什么"饮答神，神对饮"，连这个都找得出来。我还不行呢，因为我陶渊明诗没有他熟，所以想不到。因为你用这个方法。那个叫什么典故？你要对典故很熟嘛？我有时候你想不到，对啊。那我这个是刚好哎，读过我这一年心险是有这个印象，我对这个典故稍微熟一点，去做联想，还真的被我破案了。你看警察侦查破案了，对，检察官侦查破案，对。骂人天涯芳草，何处无芳草？你还以为人家在说情爱？就现在人国人程度为什么差？就是这样，他只会用在情爱上，他不知道还有别的意思。哎，单字想不死那么多解释，你为什么只学一个呢？人的潜能是无限，剑法界机关，为什么局限自己只在那里？对啊，哎，就像孔子讲"今汝画"，今天是现在是你自己画地自限，不是人家局限。我常常劝勉大学生，什么叫大学？大学为什么用 universe 这个做宇宙这个字做它的字根？它是没有界限的，它不会局限你学什么。可是呢，现在人学什么？你应该学一些低下三滥的，对不对？俗文化、次文化，那怎么办？这不自暴自作贱？我们不是说你学的不好，你为什么好的不？你要都学啊，为什么只挑那个吃呢？那奇怪了，那不是自甘堕落是什么？你如果两个都学，你该学的也学了，高等的也学，再去搞次文化，那也有你的本事，对不对？那当然也好，本来就没界限，可是为什么光人往低处流？真奇怪。是水往低处流，变成人往不低处。好，回来这里啊，太痛快了啊！啊，什么诗文赏析这个很好啊，我们继续。哎呀，笼统对不对？所以一般人就是这样泛泛之笑，泛泛之学嘛。
空洞，学的都空洞，为什么不学像你看多饱满？你光刚看他那个解释笼统不切实际，不就是讲刚刚我们讲一般人学问就这样学习，学很笼统的，不实际的，你要得到实际才有真实之际，到真实之际才有真实之利嘛，不是吗？不要再空空泛泛学习了，要这样透辟去学，哦，这样多好啊！再来，相机手持讲过不是照相机哈？照相机你读成照相机，第一个，哎，像现在相机单眼相机、双眼相机也把照省略了，对不对？其实全名应该叫单眼照相机。其实生活里头用词，它也会搞这种像文言文省略用，因为单眼照相太累赘了，少一个字嘛。就像刚刚辛弃疾“天涯芳草”。埋没了，埋没可以省略就删掉了嘛，不是一样的原理吗？为什么只学这个生活中的单眼相机，不学天涯芳草无归路，把埋没删掉？一样道理会了，那里也会啦，这才叫真的举一反三嘛。以前就是没有人跟我们讲那个教这个，你现在要懂那个，哎，原理一样，为什么不学那个？你就会运用啊。为什么反而那里不会读，单眼相机会读？那你单眼相机真的会读啦、啊？你不知道它省略了造字，对呀、啊，那你不知道怎么会运用那个方法添字还原呢？你怎么能够还原人家古文诗句里头的省略呢？你生活里的省略都不知道是省略了，怎么还原古文？是生活中的语文能力烂了吗？不是文言能力烂嘛，是根本生活中的就烂掉了，烂根那是空泛的、空壳的、空头支票。你不想收到空头支票，可是学的都是一些空头支票，不是这样？对呀、所以相机，你看这个有了，现在这当然不是相机，相你读照相机，你不知道它是简称相机，它全名叫照相机。那相机你就会犯了什么错？断句断错了嘛？人家只是相机，不是照相机，你怎么可以把照相机腰斩？你又不现在又不是要省略。你全名要讲照相机，所以这个相机绝对不是下的相机，你就是断句断错啊！单字想副词了没啊？刚刚讲你要学，为什么不学多，只学那个下流的四等文化？像除了互相，你可能读成相机，互相之外，还有形象啊，像对不对？什么像？看相算命啊？为什么不想那个？对啊，是不是？那、啊、想了你就知道，看相算命就要相嘛。那宰相也是，丞相也是相，为什么只想那几个字义？啊，当你会想了，但是想不时想多了，是不是就很多彩券，很多那个彩票可以让你去兑奖，你就可以发现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这里是做动词，做动词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做宰相，一个就是看，啊，还有字形结构兼应义也可以啊。从字形结构看，相里头有什么字？像左边是一个木，右边是个什么？还是一个木，两个都念木，合成什么？像嘛，所以它跟眼睛有关嘛。木不叫眼睛，所以看不就是眼睛的动作吗？对啊，就是这样啊。所以他就看那个时机，看现场的状况，掌握现场。啊，翻译就可以不要用看的嘛，可以掌握。你会掌握，你一定要看呐、啊，你要监视啊。你不监视，你不看怎么掌握？蒙着眼睛，对啊，所以可以翻成掌握。掌握就里头，虽然掌握是动作，是手部的动作，可是它已经内含了眼睛的动作了嘛。对啊，是这样，它意义一定有包含了，你才能用嘛，才能去翻嘛，意义不能跑掉啊。讲不完的啊，识进不可不辍，讲过中辍真，停止辍学生，对不对？这就单字讲不着，想想生活中也在用。那不要说文言文看不懂。你生活中中辍生辍学是错假的嘛？那现在就考你，你会中辍生辍学，知不知道辍什么意思？不知道怪文言文程度难吗？是你白话文怎么学的吧？那你生活怎么用那个错字都不知道嘛？被人家卖了都不知道，就像刚刚那个小人被骂了还不知道，很觉得被人家赏巴掌了还觉得很开心，唉，好可怜啊！这不是无名可怜，名者不是怎么说？你说怎么形容这些？不削足就履，那何止？他只干嘛何止啊？难道两句话吗？必择时断时恰恰幅
分的那个段落我们要讲的还有时间能够恰来合符，难道是这两句合讲吗？何止勉强迁就，勉强迁就于不合适的事情，已到极不合理的程度啊！为什么要讲何止？奇怪，不需要啊。何止欲啊？何止欲？加了何止要这样断句，合起来止欲，止欲是一个词汇，就指示、比喻啊，指点你，比喻成怎样？勉强迁，这个注释不太好。啊，他只讲引申义，本身的意思就把你的脚去削掉，鞋子太小了，脚太大的话，把它多出来削掉，会把自己的脚削掉，明白？削掉是这样吗？当然就不合理了嘛，对啊，这个注释都，我跟你讲，对不起，我们就事论事啊，不是因为这是法宝或怎样，这注释都是要空泛的注释了啊，就是李明老师是叫我们一定要。纯正要透辟，不应该要空泛，不应该空泛。议论呢，一样啊，你讲解也是嘛。这个议论是讲什么？发欲起进是讲经完了，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议论。像我现在我们一起读，就是很多都是议论嘛。议论本来就是讲解的延伸呐、本来就是讲解。那议论贵乎透辟，难道讲解解释文义不需要透辟吗？其一，难道适合这样空泛的交代过去吗？这都太空泛了。注释了，对不对？好处是唯一是说啊，不啰嗦，简单明了。可是简单明了就叫廉价，懂了吗？就像吃素食一样，不是我们吃素不吃肉那个素，对不对？麦当劳这种素食，肯德基素食一样，吃很快就可以吃了。可是营不营养？不一样，健不健康？不健全嘛。因为都是空泛的东西呀、不够透辟呀、怎么能够滋养身心？我们现在要得到的是心灵智慧的滋养，语文能力的滋养，当然要透辟才，不能素食主义嘛，是不是？不能求素啊，不啰嗦就一定好，只要是不啰嗦的，不啰嗦的好是叫什么？叫简洁，简单而且清洁没用。可是简洁，像我们刚刚讲，还是不能离义啊。只要你简洁的。结果你的意是很空泛、很肤浅的、很浅薄的，你这个简洁就没有价值。简洁是你意很丰富，像刚刚我们读那两句“天明启文章树，观音老君并修”十个字够简洁的、那一样十个字，“春且住，天涯芳草无归路，三七合成十字”，很简洁了吧？含的意丰不丰满？难道我们讲解和发挥议论的时候还讲十个字交代过去啊？那你功力太厉害，十个字，说真的，它就是十个字含了那么多意啊。可你读得出来，读得懂吗？我孙守贞当初就读不懂，我现在为什么愿意这样啰嗦？我刚刚不是分享我心路历程，没人讲嘛。要不是我看到中国历代诗人选集这个，终于讲，然后我自己在领会，而且刚刚我也分享，当初我还没想到，这是天字。还原的这个方法，因为它原文省略，对不对？甚至还有倒叙重组。那现在我们直接剖开给你讲了，那时候可望八望的没有人讲，现在直接跟你讲，里头有运用这个方法。对呀、那这样讲不应该啰嗦吗？这是啰嗦，只是一起，难道是一个东拉西扯就被人家淹没了那个吗？不能实事求是，随便扣人家一个帽子，这都是。这都不是一个佛者、觉者的作为吧？何况还学佛再来，这都空泛的哇，不应该这样，这太好了，我好想把它标起来。今天得到这个，原来在前面而已，对不对？发欲症这里。贵乎都很标起了，这都很好，都很支持呼应我们那个一起读，还有我求学的目的，绝对。所以为什么叫守贞？刚好名副其实，真的是守贞，不是空泛，不是守空，不是守泛。所以我不是孙悟空，我是守贞真如真实之际，是透透辟辟的。
变得很臭屁，可是车子臭屁不是消耗，是很自然嘛。你说风分它不臭屁啊，它会神通什么？对我们来讲，是很嫉妒的时候就觉得很臭屁嘛。我也想这样嘛，为什么只有你有这样一样啊？可是不是他们有见那个交心啊？他们真的就那么行吗？他们不交而交不是？那、啊、人呢是很可怜，是交而不交。就像前面讲的，苏格拉底，你说他说他是无知的。谁认为他无助啊？西方第一个哲学家，对不对？哲学史的几乎都从他开始。对啊，人家是不教而教，我们是教而不教。你再怎么教都假的，都无的人，这才是真正纯、真正正、真正真的嘛，对不对啊？我好，所以左右逢源，我才说这一节课真的好像有佛菩萨加持，是吗？阿弥陀。好，接下来这个，人一般都痛快淋漓啊！啊，对啊，那么晚了、啊，譬喻因缘一概剔三，讲过剔除，对吧？那时候一起读了经，单字想不只可以想到剔除。那顺便学一个字，剃头发是哪个剃？是地啊，地底的地，这个才剃头的，剃刀，对不对？剃刀。啊、哦，这两个不一样。剃刀是剪头的意思，剪头发是不是完全剃光光？不是把头发拔掉就用个剃，这个就剃杂草，把杂草怎么拔掉？不是光修剪哦，修剪杂草用那个剃哦。啊、哦，所以你就知道这两个怎么分了，虽然是同音字，啊、哦，它意思不大同。修剪这个是修剪，有点修饰它，不是整个弄掉啊、剪或者剪光头。那个剃有剔除，整个拔掉、除掉，对不对？对啊，整个除去、删掉啊，删掉就不见啊，把头发删掉啊，你下次还会长嘛，对不对？即使删卷光光，也不是真的删掉，是连根拔起，那个才叫除啊。啊，斩草不除根不行啊，这个是斩草不除根啊，这只是修剪，那个剃其实是修剪，你就知道，像我们说挑剔，挑剔哪个剔，是不是修剪？当然不是嘛，挑剔你整个不要嘛，就是这个剃。是不是啊、哦？是不留余地的，赶尽杀绝的，当然是这个剃啊、哦，就不会是这个剃，这个是修剪。来，我们看一下字典会不会这样给你讲解？哎呀，要这样讲解，这是不是才透辟？我说什么叫透辟？刚才讲透辟，你看这个讲解是错了，应该讲修剪。剪掉可以，整个除去，那你怎么跟那个整个除去分别？你怎么跟那个剃分别？你就很难分啊，对不对？你看剔骨、剔波、剔透，你看是不是透？晶莹剔透就是能够穿透嘛。它标准音要念什么？剔透，剔也念剔嘞，啊，不是念剔。讲过声调不重要嘛，啊，剔透就是整个穿透才能叫剔透，就是整个的，整个除掉。嗯，整个除下来，整个刮下来，刮除除去，啊，剔牙，把缝中的东西整个弄掉，不会留一点在里面嘛？不像剃头，还留一点根在里头，当然要整个剃干净，对不对？啊，剔除恶习，整个弄掉嘛，整个才是它重要的意，这样学才透辟啊，是不是？才透辟嘛，啊，不是臭辟，是透辟。臭屁跟臭屁好像，对不对？因为臭跟臭是叠韵，对不对？有没有发现？那是叠韵啊，难怪啊啊、哦哦！连关都要关那么久啊！题外是相关的题外话啊，不是全然。就像刚刚讲的那个，这个是剃头发的剃，部分的局外话。不能说那个剔除的剔整个剔掉，所以你不能完全剔除，它是有关联性，啊、哦，它是长发根的，从这个根长出这个头发，对不对？像我这个秃头就是这样，只有发根没有发线的嘛，没有发长出来的毛啊，才会秃啊。它其实还有根呢，里头还有细毛细孔，所以你看仔细看，它其实还是有毛，不是真的就一毛都没有毛，还有很细的那个毛。它只是这种粗的毛，它不长那个细毛，
不可心存骄矜，就骄傲自大。我们他还没讲“矜”什么意思，“矜”就是有一个矜持，就像我矜持一定一起讲的这样详尽要透辟一样，这就是矜持嘛。对啊，矜持不一定是坏的事，可是跟骄配在一起当然就不好了那矜持也因为跟骄配在一起不好之后，通常讲矜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有不好的意思。可是矜持本身就像我们刚刚讲左东拉西扯，本身是科学，是中性的。矜本来就是情词的意思，矜原来什么意思？你看它从毛，它右边读边读右边的矜求本意的话，应该要看汉语大字典看国学大师或者看说文解字因为这个都可以看到说文解字矜你看也可以念关，你看刚才讲破音字都有声音变结构兼音义。字形结构兼音义的原理嘛，这什么原理？鸡栖息会广，歌科亨又来了，音会安转变。你看佛菩萨又在加持了，是不是跟我们刚刚讲金会转成眼，那个弦头弦的弦，对不对？对啊，衔接的衔，对啊。你看，太可怕了哈！刚刚才讲例证，现在马上现学现用，n 转 an，鸡栖息转歌科亨，对不对？你看一下汉语大字典，还有。汉语大词典先不看啊，《说文解字》注好。我好奇看一下"河科河"，"河"是什么意思？大河，民族的"河"。单字想复是什么？待会恶作找对，就是日本的科本啊。哎，"矜"原来是毛或戈棘的柄所以它是一个把柄的，把柄就让你把持住，对不对？对，那个我这当然不是用手把持住，这是用什么东西把持住？也是啊，歌戟的柄嘛，就是那个木柄，让你手抓住。对，所以它有抓住，就是你把持嘛，就矜持，你坚持这样做，对，坚持不，所以它有付出劳动，就有勤苦，对不对？这样衍生的，原来是抓住那个柄啊，抓不住你那个武器就掉了，对不对？对，后来有你看敬重崇尚这个好的意思啊，不一定是坏的。你看戒慎恐惧也是好的，后来才有不好的，对啊，跟交碰那些甚至有夸大了，是不是？因为这是好的，好的东西，你真的有这个东西，你把持住这个好。只要你没有这个东西，你还装模作样把持在那里，这不就是夸饰？对呀，空的，刚刚讲空的嘛，空泛。对啊，假的嘛，装模作样你骄傲。这个人只要真的值得骄傲，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佛菩萨不骄而骄嘛，他还是可以臭屁骄傲的，他有那个本事嘛。你没有你，那个才是真的骄傲。就骄傲本身就含有了空泛的意思，对不对？空的嘛。那这个就不看了，因为我们刚刚那个，对不对？金这个矛的柄，对不对？戈矛矛盾的矛的柄，把柄嘛，把柄，你看把就是把妹妹，对不对？把握就手部都用它握住、握持、持住，所以"矜"就矜持，有这个词是这样。日本科本你看科的也不错，对不对？它可能是根据这个中文的书去翻印的宋本书。那这个书让我想到这个清朝有一个叫《藤花蟹本》，它也是根据宋本去翻印的，可是那个里头不知道为什么错字很多。所以很可能这个也是根据宋本来翻译，或者日本相当于宋朝那时候，这个我们就先不讲。金也一样，毛的柄，对不对？它是读金声嘛，现在还是一样跟金一样的发音，对不对？骄傲自大，那么自大就是不是人家大嘛，是你自己以为大。对呀，那苏格拉底自己都觉得自己不大了。只有那些懂得少的，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对啊。称在座的诸，在座里头多有什么？诸多就很多的，那个年老德高的人叫齐德德高就玄师这个德，齐是车修是。这好像我们刚刚谈的科学语言本来是中性的，可是用在这里文学的或者大家一般语言的惯例。约定俗成，这里德没有加形容词，都是表示好的方面。就像好像刚刚东拉西扯扯，
没有特别讲说讲到负面的，对，比较不好。那这个金呢，还是有双极的意思呗，它不一定是一定是坏的。那交当然就比较偏坏，啊，就是类似这样。那这个我们在一起读也提到"年高得少"，那个"少"就是个"高"字呗，"年高得少"这个成语怎么读？一样嘛，你就要这个为什么消不掉？有点银幕秀逗嘛，还会这样留在这边呢。这个情形是怎样？你知道，电脑可能资源不够，它一直宕机。那它有一个指令要把这个东西，一定有一个指令要把这个消除掉或隐藏起来。就可能当掉，它除错没有除到，它就直接跳过这一个步骤，执行下一个步骤，所以就会一种残留就在这。年高德少，你看我都打得出来。相对位置有相关字义嘛？第六个方法，是不是？所以高就是少，少就是高。哦，你看你点一下，那年就是德嘛？当然不是，相关字义，少是不是有高的意思？有劝勉，劝勉你做什么好，还要更好，是不是程度越来越高？对呀，好的程度要，然后你看高尚，对呀，懂了吗？那这样子的话，就不一定要查字典才知道"少"什么意思。"少"很简单，右边读边读左边嘛，左边读"朝"啊，"绍兴酒"的"绍"读右边，对不对？右边"少"啊，"介绍"的"绍"啊。素修有学行修养的前辈，暂停。有学行修养的朋友，他没讲"素"什么意思。像有一个词汇叫"老生素儒"啊。就是饱学之士，前面有讲过数学，数都是有向来，我们讲过数是过去，过去以来就学，表示他学历很资深很久，那个久很深就是这个数字，老师数的，你看又来了，相对位置有相关字义嘛，数就是老的意思，老表示年纪很大，对不对？年纪很大是不是时间就很长久？对呀。所以时间很长久，就表示你书读得很久，是不是书读得很多？对，除非你在混日子。对呀、这个你看这也是空泛的，对不对？对呀，那年高是修饰老字，对不对？老师儒，你看师就是儒嘛，所以他师儒合在一起讲解就是儒者，读书人。很老的师，很老的儒的意思啊。这个老就讲学习资历很老，不是光年纪老，马齿徒长而已。假如你年纪80岁，结果你学没2天，不会叫老师做的，当然不行那讲究的是学历、资历，好像我们佛门里头讲"僧辣多少，戒辣"，对不对？还要看你戒辣。因为像海鲜老和尚光碟里头就要"戒辣多少春秋"啊，对不对？僧辣，辣是腊月的腊，对不对？腊都有。动作，乐步，腊肉的腊，对，腊子，见笑。腊月是肉，跟肉有关的腐腊年腊嘛，腊其实就是年，因为腊月是一年的终了，表示这一年过了，所以它可以借代此年。它本来的意思是岁终，原来是祭祀。不是讲腊肉或腊八粥那个那么时候受戒得度的年岁，生腊多少，戒腊多少，就戒年。因为这个原来是岁终嘛，一年就那么一次，所以他就直接就可以代成年的那个同义词去代用、借用、转用所以数就是有老的意思啊，时间很长久。很长久，然后怎样修行很久了，速修就好像数学嘛，那是讲学习，这里讲修行，你这里也可以讲修学，对不对？我们修佛文必修选修也是这样，对啊，所以这是一箭双雕，可以讲学习上，也可以讲行为上、行识上，那修行上、行持上，是不是？对啊，修行把持，刚才学把字、持字，对不对？经。经有把持啊，毛笔，
毛割毛的柄要让你拔丝数，不是？我们好像是在讲他的注释啊，不是在看注释这样。好，这样乙二完全圆满，接下来乙三归乙序四。那今天时间够长，我们可能今天不入五乙三，我直接扫描，赶一些扫书的进度啊，然后也补我老法师科助的课啊。今天就在此圆满，很棒，很痛快，吃回票价。有时候说真的，前面几集有没有大概一个钟头了，我们讲一个乙一啊，丙一、丙二、丙三，有时候我都觉得我也会学得有点闷，你知道吗？因为有时候为了时间不敢这样，像今天这样，真的很痛快，畅快淋漓。该学的、该扯的，我们也扯，而且在扯的过程中，你知道，不是讲形而上，你看扯的过程，我们学到好多。像刚刚那个"金"怎么推演为"马"衔接的"衔"那个"音"，对不对？好，像我们有一次弹那个恒河的另外一个叫"琴"什么河，对不对？检视开心痔疮，我还记得是逮捕在写课。哦，课怎么样可以改成琴这个发音？有没有琴茄和嘛？哦，怎么转的？你看，哦，这个很棒，哦，所以你看印象落到现在，就是受益真的匪浅啊。那最后我们圆满前呢，顺便再学这个词吧，就大圆满。我们今天到此，受益匪浅来了，就是什么？受益匪浅嘛。受益无穷，这里没有写匪浅，有人会写这个浅，匪浅。你看什么东西匪浅？获益匪浅，然后它不是受益，受不是获。那匪什么意思啊？字形结构第三个方法，换部首嘛。匪其实就是非嘛。啊，你看这种都空泛的，都不跟你讲解匪什么意思，啊，获什么意思？得到当然就获得嘛。很多，哪里有很多？哪里有很多？哪个字是多？不浅就是很多嘛，它是相反的，因为它翻成很多，它不讲匪浅什么意思，这就很不好。哦，这原文没有多字啊，没有这个字，有这个含义，这个含义怎么来的？是从不浅来的，匪就是，你看这个念匪，对不对？去掉这个部首是什么？就是非嘛，非不就是等于不吗？就是，所以你这个词汇可以讲成什么？获益不浅啊，也可以。那这获益不浅，你就很懂了，对不对？怎么样？那这样才透屁。刚刚才讲透屁的懂标准是空泛，我们就借用老，那么老居士的这个很好，以后就常常用透屁空泛变成我们口头参考，不要再空泛，要透屁了，好不好？来，我们直接作为书签，以后就可以直接到这里，很棒。啊，城镇透辟不宜空泛，好棒啊！好，然后呢，来就可以圆满了。看一下"匪"是不是通"不"？对嘛？这也不跟你讲为什么"匪"有"不"的意思，因为它是副词。为什么"浅"是浅显，就是少，对不对？像很多的是形容词，这个是少的。少的益处，你看，益处是翻译嘛？获得的益处不少啊。就是获得不少益处，是不是也可以倒叙重组？获肥浅益，它应该是获肥浅益，就是获得不少的益处。就这里应该要写获得到不少的益处才对。你写成很多是没错，你写讲出现在用的语用的含义，你却没有讲它原来文字的真意啊，它的意你没有把它揭。刚刚讲透辟要揭示啊，辟要揭出来啊，不能这样。好吗？这个也一样，因为浅多是形容词，它前面修饰浅是不浅，就是修饰它的就是什么副词，副词修饰形容词啊，所以它是说不就是非的意思，里头是不是非？非的里头对啊，不，我们刚好两个钟头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祝大家德业精进，跟我们一样，今天法喜充满，欲罢不能，哦，欢喜畅快淋漓，阿弥陀佛。